各位老师及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是各位的毕业典礼，当校长在这边讲话，就代表各位的高中旅程已告一段落。愿你带着在东水的成长、收获与祝福，迈向下一个旅程，前往更开阔的世界。毕业不是结束，毕业是另一个生命春天的开始。在毕业后的日子，如果你持续的追求成长，那么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心胸与度量的宽度，决定你成就与事业的高度。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学校没有办理实体的毕业典礼，只能用线上来办理各位的毕业典礼，有点简单，但是也是一个难得的经验。且学校师长对各位同学祝福是百分百。社会持续的进步，唯有不断的学习才不会被淘汰。命运不是别人决定的，而是你自己所选择的。当你充满热情地发挥自己的特长，就能把远大的梦想变成具体的目标。做好每一件事情，让自己走在适合自己的成功的道路上。全校师长及在校的学弟妹愿意并高兴地看到你在这璀璨的阳光底下充满能量，勇敢地向着梦想迈进，做一个快乐充满希望、永远逐梦踏实、发掘潜能的人，并记住东水是你永远的家。好友好好的加油吧，祝大家一帆风顺，谢谢，加油。同学，恭喜大家顺利完成东水三年的学习，我们一起来回顾吧。一年级38个人，八个字形容：水深火热，罄竹难书。大家开心的、惊恐的上学，教室的柱子、天花板满是炸开的番茄、湿的卫生纸团，教室布置惨不忍睹，期末还要赔偿球具、扫具，转学的同学送我金句：胜利卡虽太喘的集中班。即便常常有处理不完的事，但也有许多好的回忆，向大家一起为检定而努力，认真的样子最美丽。交换礼物的活动，大家的惊喜惊吓。二年级28个人，八个字形容：渐入佳境，人模人样。我们有了共同的班服，有共同的默契，一起规划迎新送旧的活动，努力冲刺检定是最可爱、最像人、最团结的一年。我们还一起养了大猪公，脏话讲多了它就肥了。记得射纸飞机大赛吗？重拾童年的回忆，大展身手，大家玩得不亦乐乎呢。三年级27个人，八个字形容：满怀壮志，为情所苦。毕业旅行，同学们活泼搞笑，有许多回忆。大家也努力准备统测和移銮检定，虽然有点虎头蛇尾，但也各有所获。近来3天2头老师收到的礼物奖惩单，迟到的、未参加重大集会的、无照骑车的、固定的人，同样的事。你们是想几点换赠品吗？超无言。许多回忆历历在目，毕业在即，无奈疫情影响，好事多磨。希望拿到毕业证书的、没拿到的、将来升学的、当兵的、想考警察的、想当老板的，都能为自己的梦想努力和坚持，乘着梦想去飞翔，努力啊，乘着梦想往前，别说累，总有人在你身旁为你祝福啊。有鬼山椅的同学，
老师在这里祝福你们这个顺利毕业。那不管是你日后要去这个工作的，还是要到大学去就读的，以后都可以顺顺利利，然后就是祝你们毕业快乐，拜拜。是的，女同学，一年来课程的相处让我二十几年的教师生涯有很大的挫折感，因为这段时间和班上没有什么互动，也感觉不到你们的兴趣及上进心，可能是我老了或者能力不足吧。只希望你们离开东水后可以真正找到属于你们自己的生活成长模式，去面对未来，开创自己的一片天。哈喽，各位毕业生，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分手快乐，祝福大家都能够带着梦想展翅高飞，往人生的下一个旅程前进。嗨，好久不见，晚三乙的同学们，今天我们要上课的主题是毕业祝福。首先老师想要感谢全班同学，你们就好像是老师还有其他老师的小叮当，要求你们的事情总是使命必达，而且做事的品质令人信赖。也感谢我们一起共度的每一个教师节，还有我不想承认年龄的庆生，只是可惜来不及办全班的庆生会了。最后老师想要以梦想蓝图里面的歌词祝福大家，离别并不是结束，只是彼此走向不同的岔路，我们还会扶持帮助。面对挑战，希望大家要努力的坚持到最后，不留遗憾。最后真的要下课了，珍重再见，拜拜。亲爱的教三小班的同学们，今年是非常特别的一年，虽然没有办法拥有正式而隆重的毕业典礼，但是老师在今天要换上最美丽的 frock 歌舞衣，为大家讲几句勉励的话，祝福大家凡事用心，凡事尽力，不畏挑战，勇敢的去开创属于你自己的美丽人生，加油哦，拜拜。各位晚三乙的同学，毕业愉快，开心这三年的时间有机会担任你们的国文老师，那不免俗的要给大家几句话作为毕业的勉励。我在你们班上课的时候，我会觉得你们班都很安静，可是后来私底下发现，其实你们每一个人都很不一样，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都有自己的目标跟理想，只是你们不擅长去把它表达出来。我希望以后进到社会当中，你们可以尽情的去展现你们自己，不要把自己隐藏起来，其实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很棒的。那我也更希望你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多想想，你现在所追求的东西是你要的吗？随时都回过头来想想自己心里面最深处最想要的那个东西是什么，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忘记自己的初衷是什么。所以我要送你们这一句话，就是莫忘初衷，不要忘记原本你要的东西是什么，不要迷失在这个物质社会当中，也不要迷失在别人告诉你的那个世界，而是你很真实很真诚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要什么，而努力去追求，努力去做，最后能够完成自己的梦想。那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够很开心很快乐很自在的在这个社会上生活，不一定要赚最多的钱，不一定要拥有最多的东西，但是都拥有一颗最快乐善良平静还有自在的心。谢谢各位，感谢跟各位的缘分，谢谢，拜拜。恭喜大家毕业了，这是一个结束也是一个开始，在未来的日子里祝福大家鹏程万里，展翅高飞。嗨，管三乙的同学，我是阿宏老师，恭喜你们要毕业了，也恭喜你们终于可以脱离我的魔掌了，祝福你们可以毕业快乐，
未来呢一切顺利，那有空呢回来看看我们哦，拜拜。商管群三个毕业班的同学，恭喜你们结束三年的学习，离开学校。老师祈愿你们随时随地平安，天天健康，生活、工作、学业顺利。希望你们有空回来看看师长，分享你们的经验。未来有能力、有成就时，招应学弟妹。祝你们同城万里，再见，拜拜。各位同学毕业同城万里，然后找到自己的目标，毕业快乐。